with Jules by De Beers.一个粉丝那么多，名气那么大，收入那么高，影响力那么大，貌似那么有钱的人，在现代的中国，2018年，一个开放的中国丢了，这就问题本身。不管是对工作还是对生活，可能都是要很真的去感受。税收虽然我们有很严格的制度，但是为了在一个制度转型，有很多制度性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，我们对企业、中小企业也好，明星名人也好，采取要比较宽松的态度。但是用一句戏谑的话，地主家没有余粮了，怎么办？那我们必须从严监管。作为一个纳税人，我们觉得不应该做到这个合同的，该交多少税还是得交多少税的。我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，因为现在有，怎么说呢？现在那些小鲜肉啊，比我们正常工资赚的比较多得多，所以说就更不应该偷税漏税。反而我们有的时候拿工资，反而还得交点税。他们拿那么大的工资，反而是不是就更应该为国家效点力交点税？我觉得是这样的。